常紧张啊，但是呢，每个人都唱得还不错，但是水准还是要渐渐的提高了哈。好，今天带来的歌曲是今天带来黄以玲的《台北 Sayonara》，一起来欣赏。闪烁焦的台北市，今夜你搁为谁抹胭脂？无情人留予你，爱本来是孤儿。不管拍翅梦中的台北市，对阮故乡看过的人有较水。首先请到罗文聪老师，请。好，慧如今天选了一首很好听的歌，好，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有三拍的歌，所以选歌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选得很好，但这首歌说实在也不好唱，原因是因为它音域很宽哈，有包括在后面，然后以技术部分的话，我觉得有几个地方音不太稳了，第一个就是那个啊呆吧呆吧那个第一个啊，好，音准有点飘掉了，再来就是那个 C 段那个灰掐啊灰掐，这个第二个会啊稍微音准有一点闪失，再来就是一些唰拢唰围绕这一句啊，其实这句其实是个重点，因为这句如果唱得好了，再带领人家进入下一个副歌的时候，这个桥梁你都要搭得非常稳健，包括稳定度还有那个口气都要很好。但这首歌里面听下来，我觉得有些重点，比如说那 Sayonara 那个转音，我觉得转的还蛮流畅的。另外我觉得要特别赞赏就是说你的高音有认真在冲啊，包括最后那个花，比如说大黑巴大黑这个花，那个拖拍的唱法又在高音，你有在使力去表现这个高音啊，这点我觉得是有给你加点分数。但这歌的三拍的律动，我觉得你抓的那个强弱还不是很明显。好，那我记得这首歌好像是庭筠有唱过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不要来示范一下这首歌的一些美感，好不好？今夜你搁为谁抹胭脂？无情人留予你，爱本来是孤儿。不管拍翅梦中的台北市，对阮故乡。
示范的真的很不错，包括他的强弱其实很明显。我觉得慧茹，你有时候要在听人家在唱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参考某某学长或者是学姐的唱法？也许你们的音色不一样，但那个唱腔其实你可以努力的去揣摩看看啊，包括他的高音，还有他那个琴那个低音的时候那个口气，我觉得那个都是一种情绪的表现。我觉得这个是你最需要学的，不然的话你唱歌其实共鸣只有一种的时候。贝贝，这对歌你唱跟伊唱，听起来就差很，就会有一些落差，好不好？好，继续加油哈！谢谢老师。好，那看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好，我们看赖慧茹可以得到几分？89.3分。老师平均分数17.9分。